Samsung Galaxy A6 呢一部手機開始 ，Samsung 支援一個 WhatsApp 帳號，唔止喺一部手機，係一部手機可以支援兩個 WhatsApp 嘅帳號。即係話，譬如我有兩個唔同號碼嘅 WhatsApp， 可以喺同一部手機去到操作曬兩個嘅帳號。呢一個係 Samsung 佢智能手機嘅其中一個創新。另外，佢係加咗18:9嘅屏幕，為咗更加便於閱讀視頻嘅檔案同埋各種圖片。